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是一家集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安装调试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企业，产品主要应用于食品、医药、日用化工等多个行业，是桃李、盼盼、马大姐、徐福记等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设备供应商。战役信的过班组成员共计10人，主要为了应对疫情防控研发生产口罩机，同时负责口罩机产品升级。经过班组讨论和不断测试，最终我们采用的是伺服电机总线控制这个方式。伺服电机精度高，定位准确，响应速度快。我们将拉耳线气缸、旋转气缸和升降气缸改为伺服电机，最终实现速度达到100片每分钟，圆满地完成了目标。完美的质量达到疫情就是